尊敬的各位主持大法师们，尊敬的各位嘉宾们，尊敬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欢迎莅临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举办的2015年马来西亚槟城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卢军宏台长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以近20年的慈悲付出，以佛法智慧启迪人生，将和平之光普照世界。妙法示现，兼济天下，悲智双运，普度苍生。全世界700万人因此结缘佛法，改变命运，离苦得乐。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事业顺利，灵验事迹举不胜举，受益人群不计其数。卢军宏台长也被誉为活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至今，卢台长的弘法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包括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并被世界各国的媒体关注与报道。作为佛法的集大成者，人类灵魂的心灵导师，卢台长对世界和平与文明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认可。2012年，卢军宏台长应邀赴哈佛大学弘扬佛法，并获得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世界宗教联合大会授予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还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2013年，德国柏林全球文化外交分会为卢台长颁发世界和平杰出贡献奖。2014年，意大利久负盛名的锡耶纳大学任命卢军宏台长为荣誉客座教授。在美国国会举办的世界和平峰会上，卢台长再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并在联合国倡导的全球和平文化峰会上获颁世界和平教育大使奖。刚刚圆满举办沙巴弘法之旅，卢军宏台长不辞辛苦，继续来到槟城与广大佛友结缘，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感恩卢军宏台长无缘大慈广度有缘，也特别感恩来自马来西亚以及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
殊胜因缘，法喜充满，再次来到槟城，再次感恩我们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普降甘霖，祝福马来西亚和槟城的佛友及全世界的佛友新年吉祥，万事如意。谢谢。感恩各位嘉宾、法师们和来自20多个国家地区前来助缘的佛友们，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共同沐浴着福光，去除人间的烦恼。人在烦恼中也要过一天，让我们现在就放下，解脱，开心的过每一天，这就是我们破迷开悟的开始，这就是离苦得乐的开始。世界每天在自然界被破坏，争斗不息的为自我生存的意识活着，忘记了感恩，忘记了孝顺，浪费着宝贵的时间呢。有些人就是因为觉得时间太多，才会去浪费更多的时间。人有时候空虚、寂寞、忧郁、恐怖、自闭，造成多少人自杀，多少家庭破裂，因为人的自我意识太强了，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自我的欲望，自私心的膨胀，活在每一天物质的需求之中，并形成各种精神类的疾病，造成人会想不通。现在全球有100万人每年自杀而死，在澳大利亚有一位媳妇和她婆婆常年的不和，被婆婆每天的骂，上个月她称婆婆在洗澡的时候把婆婆杀了，然后她自杀。我们生活在痛苦烦恼中的人必须要学佛，因为学佛的人才能解脱。联合国卫生组织认为21世纪是修补人类精神疾病的世纪，心灵法门是菩萨给人类的超越物质、解决当今心态的治疗仪。我们要认识佛法，学习佛法，我们一定会解决生活中所有的各种各样烦恼和各种各样的习气，让我们每天活在幸福中，拥有着菩萨的佛光，我们将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其实每一个人出生之后踏入这个世界，
从一张白纸，在滚滚红尘当中，我们学会了人间的世故啊，学会了嫉妒，学会了冷漠，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缺少慈悲心啊！我们忘记了我们应该拥有的孝心啊！要学会慈悲，多一点爱心，多一点同情心，这个世界才会充满着爱。台长告诉你们，人的生命短短的只有几十年，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等于在人间跟岁月借了一个躯壳，在人间我们用完还要还给人间。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人把灵魂留在了世界上，有人把灵魂带到了天上，有人却把灵魂带进了泥土，带进了坟墓，带进了地狱啊！所以学佛必须要开悟，开悟的人就是想得通的人，在人间能够想通想明白，你就是一个开悟的人。在美国911事件的时候，恐怖袭击大楼里有一位商人，经营很多的珠宝店，调查人员后来发现，在他临死之前，他曾经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母亲，因为关系到他的遗产问题。调查人员找到了他70多岁的母亲，就问他妈妈，你孩子最后到底在电话当中跟你说了些什么？这个妈妈不回答，眼睛里含着眼泪。调查人员说，老妈妈，因为这个电话很重要，关系到他对遗产分配的问题，有帮助我们调查。母亲最后在调查人员的再三催促之下，他的妈妈说，他知道他活不了了。他说，妈妈，我很爱你，我不应该只顾赚钱，对你孝顺不够，妈妈，我真的很爱你。听到轰的一声，电话断了。所以做人要懂得拥有良心和孝心，我们不能活在一种迷茫的追求物欲的世界当中，做人要平淡一点。每个人的素质和修养道德不同啊，所以多多的原谅和理解别人，懂得人是活在欲望当中，所以每个人的感受也不同，因为会让自己对生活的看法理念不同。学会平淡才能放下，学会懂得知恩才会图报。所以学佛的人
要懂得感恩，才能拥有慈悲，才能与人和平相处。人间的很多的善恶是没有绝对的，善恶具有两重性，帮助别人最后被别人冤枉，介绍婚姻最后没有几个能够和介绍人和睦相处，以感恩心作为结局的。一个医生想救人，最后没有把人家救活。想一想，是善是恶呢？因缘果报，你认为善恶，是因为你站在你的角度来看的，那是一种不真实的人生，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啊。台长告诉大家，很多人在人间总是喜欢选择容易走的路，大家想一想，容易走的路很多都是下坡路。我们选择学佛之路虽然艰难，但是会让你一生无悔啊。懂佛法吃点苦那是暂时的，不学佛吃苦那是一辈子的。珍惜才会拥有，学会在一生当中用一半的时间去帮助别人，用另一半的时间去说服自己，前者是慈悲，后者叫修养。美国通用公司首席执行官叫 Jack， 在他的自传当中他说，自己的成功也许要归功于他英格兰的母亲，他小时候有口吃的习惯，同学们笑他，这是一件非常难为情和糟糕的事情，又让人感到很自卑。但他的母亲对他说，孩子啊，这是因为你的嘴巴无法跟上你聪明脑子的缘故啊。杰克认为这是一句鼓励他上进的美妙的话。人有时候在人间懂得一句智慧语言，可能你的一生都会受用。菩萨告诉我们知足常乐，让我们在人间不贪不嗔不痴，我们一生受用。学佛人不要急于求成，应当去了解佛法的真实含义，锲而不舍，时间会成全你心灵的解脱。学佛开始的时候会很难，然而最难的是何以成佛呀。学佛中不要被自己所学的一点理解和知识
来迷惑，认为自己都懂了。月亮很亮的时候，是因为你看不见太阳。我们的人总是会被小小的荣耀遮盖了更多的智慧。人之所以不能修成佛，因为我们还不完全的相信，因为我们不愿意付出更多，因为我们见到的是眼前的利益，忘记了我们未来会怎么样。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孩子考试总是不及格，他爸爸又气又急，总是鼓励他。16岁的孩子跟他说 Mark， 下学期开始，你如果努力读书成绩及格，我会给你买一辆二手车小汽车给你。第二学期结束，马克还是没有及格，爸爸火冒三丈地说，没用的人啊，这学期你到底去干什么了？马克说，爸爸，这学期我在学开车呀。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事情要有轻重缓急，我们前面还没有实现，后面无从谈起。学佛也是这样，经不念，修佛理不明，怎么能去救度众生呢？天天想顺利一点，有财有力，身体好，又不肯许愿，又不肯念经，又不舍得放生，你哪辈子会顺利呢？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自己要精进学佛，好好的修心，这样才能去帮助别人。记住，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佛满园。每天想着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又不懂得自己守戒律自度，又不懂得去度人。现实当中，在人间还没有修好，怎么能修成佛呢？一个人要知道自己不干净，才想起要勤洗澡，把身上弄了干净一点。学佛人知道自己有业障，才能观身不净啊，才能修掉身上的污染之心，才能去除贪心、嫉妒心、恨心、愚痴心。让我们共同来每天好好的念经，对照自己，我要学佛，我像不像佛？我每天要成佛，我能不能照着佛去做？如果每天的对照自己，你终有一天能够成佛。有一个弟子在擦镜子，这个师父看见了，
就对弟子说，弟子啊，你知道吗？镜子就是你的老师啊，不管什么物体，镜子它都能照出来呀。你的心就像一面镜子，你照到好的，你的心就是好心；你照到社会上不好的，你的心就是恶心，对不对呀？这个弟子说对。这个师父继续说，如果把镜子移开，弟子，镜子里还有任何景象吗？不会的，师父。学镜子的心态，我们人学佛要变成事来则应，事过即忘。人间的万事万物均属无常啊，看过听过做过一切不顺心的开心的事情，我们全部都要忘记，不要藏在心头，会伤害你自己的，并会让自己的心永远不能得到平静。这就像《金刚经》所说，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不可得。台长看出一位女士血液不好，血凝度很高，血压不稳，肠胃粘连虚弱，吃东西不消化。台长还看出她背部的骨头断裂过，结果她小时候坐车遇到一个急刹车，就把背弄断了，造成了软组织的损伤。听众说那一次差点就没命了。台长把录音放给大家听一下，谢谢大家。台长，我想问78年属马的女的，问她的健康。血液不好，血凝度很高，血压也不是太稳定。对对对，肠胃有一点粘连，很虚弱，经常吃东西就酸痛。对对对，没错，而且老觉得吃下去就不消化。哦，他背后很痛，他讲他背后。我看看啊，我告诉你啊，他在他的背这个地方啊，这个骨头啊，这个骨头啊有一点松啊，就是像人家断裂过一样。他过去有应该有一次坐人家的汽车啊，人家一个急刹车啊。对呀、啊、对呀、啊，台长，没错，他小时候啊，太厉害了。我告诉你，小时候有一个急刹车，一下子把他的背啊弄断了，软组。对，他差一点，他讲他差一点没命啊。对了，就是那一次根本没有治好，所以一直到现在软组织一直损伤。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其实在人间得到的终有一天会失去，叫得也是失，失去了你终有一天还会得到，叫失也是得。所以对人间的一切我们不能执着，失去了也会得到，得到一定会失去。所以学佛人要得失从缘呐、啊。想要真正的无忧，我们就要放下自己。现代人经常讲
一日不读书，无人看得出啊。一周不读书，开始会爆粗。一月不读书，智商会全无。我们要读佛经，我们要学菩萨，读圣贤书，将我们的凡人的境界超脱为我们圣人的境界。有人问台长，什么叫小人，什么叫圣人？台长告诉大家，每天为着别人而活的，心中想着众生的，那就是圣人。每天为自己而活，天天想着自己的，那就是小人。一个人来到婚姻问题咨询处，他说，服务员，你能不能帮帮我呀？我的太太啊，令我简直无法跟她一起生活呀，太令我难受了。这个服务员就说，到底什么事情，你告诉我。这个先生说，他总是喜欢把小猪放在卧室里，他有一个洁癖，但是他又喜欢养小猪，房间里气味难受，臭得不得了啊。这个咨询员就说，那你为什么不能打开窗户透透气呀？这个人忙说，咨询员呐，不能打开呀，不行啊，窗户一打开，我养的那些格子全部都要飞掉了。人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忘记自己的毛病，犹如人的眼睛只看得见别人的错，有时候连自己眼睛前面的眼睫毛都看不见一样。所以我们有事要替别人去想，论人先要论自己呀。我们中华传统上讲，心有容德乃大，就是说我的心胸能够容量所有的事情，那么我的德性也会变得很大。所以过去讲，宰相肚里能撑船呐、啊。我们要学大海啊，因为大海能够容纳所有的污水和干净的水，海纳百川呐、啊。但是大海永远它是处于最低处的，所以我们做人要心胸宽大，德性才大呀。我们的祖上非常有智慧，祖上说，心有忍，事乃顺，也就是说，一个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如果你心能够忍耐，你任何事情都会顺利。所以有一句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希望大家要懂得，我们要懂得忍耐。佛陀早就跟我们说了，要忍辱啊，一个能够忍辱的人，他才能在学佛道路上精进。佛陀还跟我们说，不嫉妒
不贪婪，不造作，没有私欲，所以我们内心要常常保持那一份宁静，这就是高尚。因为懂得宁静，懂得没有私欲的人，高尚会延伸出悟性的。所以要想开悟，我们要清静，我们要禅定，我们要懂得换位思考，活在世界上为众生而生，为众生而活。我们要学伟大的母亲一样，为了我们的孩子付出了他们的一生啊！我们要学习观世音菩萨母亲，为了我们人间的众生，他付出了所有的慈悲啊！有一位禅师，他身边有一个小和尚，他非常的忙碌。这个小和尚每天扫院子、洗碗、化缘。有一天，他心中越做越烦恼，他就问师父：“师父啊，我这么累，没有修出什么成就，就这么一直修下去吗？”这个禅师说：“哎，徒弟啊，你把化缘的钵给我拿过来吧，你再帮我拿一些核桃过来。”小和尚捧了一个钵，带着很多核桃进来了，放在碗里，钵马上就满了。老禅师说：“你看，这个钵已经被核桃全部弄满了，它已经不能再装进东西了，你看看还能装进什么呢？”小和尚说：“师父，我不知道。”老禅师说：“你去把那个大米拿过来。”结果拿了很多大米就往这个钵里边倒，结果碗里这个钵里还能放很多。小和尚说：“哦，原来钵里还没有满呢，来再拿些水照样可以倒满。”小和尚说：“哇，还能放水啊，师父，满了还能倒什么？拿盐过来照样可以放进去。”这个时候小和尚说：“师父啊，你是不是让我懂得挤时间呢？”禅师说：“不是啊。”说着把这个钵，就是这个碗呐，整个倒空。倒空之后他说：“刚才这样，我们把它倒过来再做一遍。我们先放盐，再放水，再放米，你看看核桃还能不能放进去啊。”实际上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生命犹如一只碗，当你把人间的一切杂事小事放在心中，你所有的大事还能放得进你的心中吗？我们今天是学佛人呐，我们心中拥有佛法，这些人间的杂事烦恼为什么还要将它放在心中呢？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一生最重要的
要做什么。生活要简单一点，因为我们要奔波劳累。我们把大事记得住一点，因为我们要弘法度人，否则一辈子我们会纠缠在油盐酱醋柴米和人间的今天吵明天闹的纠纷的小问题上，浪费时间呐。台长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天天的烦恼人间的事情，我们哪一天能够修成正果呀？有一些人一生的失败当中，有一种失败叫瞎忙和浪费时间。所以台长劝所有的学佛人，不要浪费你在人间短暂的生命，更不要浪费在知道将要后悔的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向前看，忘记过去，才能获得未来。佛性不增不减，无得无失啊！我们一辈子得到了什么？我们一辈子的病痛啊！有些人拼命的赚钱，实际上他就在给自己留下更多的遗产呐。一辈子用不完就叫遗产呐。再大的房子，你最多也只能住上30%啊，而70%那是浪费的。再好的汽车，里边功能再全，和手机一样，我们最多也只能用到30%啊。给自己太大的空间，会培养自己的惰性。所以要记住，人间一切不可得。想一想，我们来到人间两手空空，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来到人间什么都没有带来，所以不存在我们失去什么。人来到世间，一切都是借来的，房子、妻子、儿子，离开的时候，我们全部要归还这个世界，一样也拿不走。记住了，天空的宽广无与伦比，然而我们学佛人的心可以比天空还要宽广。学佛人要以一颗宽容的心、包容的心去处事待人，不能斤斤计较。佛家的慈悲、儒家的仁慈是解决人心不足最好的良药啊！佛陀曾经说过，人活百岁，只有10年清闲安乐时光。佛说人命无常，恍惚不久才寿百岁啊。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人命无常，一恍惚很短，只有100岁。佛陀说，
获得不得百岁之中，也就是说你得到了在人间的一切也好，你没有得到一切也好，不就是一百岁的时间吗？业卧除五十岁，佛陀讲的，晚上一辈子睡觉会睡掉你五十年，为婴儿时除十岁，也就是说在婴儿的时候又稀里懵懂不懂人间的一切事，又去除十岁，病时又除十岁，也就是一个人当生病一生，可能一百岁会生掉十年。吟游家事和余事去除二十岁，也就是说佛陀告诉我们，你担忧家事和其他的一些人间的事，你又去除了二十年，所以除二十岁，人寿百岁，才得十年热耳。也就是说，一个人就算你活一百岁，你只有十年是快乐的。所以有一句话叫光阴似箭，流年似水。想一想我们在座的这么多的朋友们，你们的年轻时代还记得吗？你们过去的这么多的年，你们嗔恨过，你们爱过，你们恨过，你们嫉妒过，这一切在哪里呀？所以人要懂得人生活着要有价值。想一想五十年后我们这么多的人，你们在哪里呀？所以学佛不为人天福报，学佛为了以后能够超脱六道。希望所有的人精进学佛，好好的修心，让我们舍去人间的一切，等好好的修行，能够修到天上极乐世界，进入四圣道。记住一句话，人间不可得，有本事的五十年后我们在天上见。古时候马路上没有灯，路上漆黑一片，人和人经过相遇，经常会人撞人。有一个盲人，他经常打了一个灯笼在走路，大家都笑他，哎，你是一个盲人呐，你什么都看不见，你为什么还要打个灯笼啊？你不是浪费灯油钱吗？这个盲人说，我这是在保护自己呀。哦，你看不见打灯笼还是保护自己，为什么？这个盲人说，因为别人看到了光亮，他们就会躲开我，不会撞到我的身上了。为别人想就是慈悲心，为别人想就能庇应自己。而我们现代人天天想着自己，自私成性，
最后伤害的也是自己呀、啊。台长告诉大家，现在人跟人恶气重重啊，因为这个共业就是整个的社会都是为我不为别人呐、啊，所以太太也为自己，丈夫也为自己，最后自私的一个家庭怎么能够和睦，怎么能够不离婚呢、啊、希望大家要懂得真正的为自己，首先就要为别人，希望大家要懂得能为别人就是境界的提高，能为别人就是一个有慈悲心的人。有一对夫妻从小自私自利，他们啊培养儿子也是很自私，等到儿子长大之后excuse me， 他想了啊，儿子长大之后呢，这个儿子啊变得更自私，娶了媳妇和爸爸妈妈开始呢就小气起来，而且呢还用其人之身还其其人之道，因为他太了解他自私的父亲和母亲的，所以他拼命的气他们，自私到了极点，最后气得爸爸中风，妈妈肾衰竭，到如今现在学佛，他才明白自私不会产生出慈悲，众恶不会长出善果。一个学佛的人要永远为别人想，这叫善良。众生之痛就是五知疼痛，众生是我们开悟的根呐、啊，扎根在众生当中，我们才会生出慈悲心的佛呀。人生是无常，富贵也是无常，生老病死更是无常，正因为人生苦短，我们才要珍惜现在。想一想香港的小甜甜，这么有钱又懂得风水八卦，虽然他能打官司胜诉，但是他无命去享受这么多的钱财呀、啊，所以想通想明白，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我们不强求，懂得珍惜现在，学会用感恩的心去对待身边的所有的人和事，珍惜的人会拥有，感恩的人会知足。有两个人在沙漠当中行驶，所带的水已经用完了，在口渴难忍的时候碰上一位赶骆驼的老人家，这个老人颤颤巍巍地给了他们两个人各半碗水，两个人面对各半碗水，一个心态不好抱怨水太少，
不当心还洒泼了很多水。另一位想，虽不能解我的饥渴，但感恩菩萨送来圣水，他喝下去，终于成功地走出了沙漠。而另外一位因为挑剔抱怨而死在沙漠。所以在人间经常抱怨人间生活苦难的人，他会失去勇气活在这个世界上。经常拥有感恩心的人会克服困难，属勇于精进。所以人要活在感恩当中，他才会知足常乐。人如果活在抱怨当中，他一定会重创他自己的心灵的。台长啊，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来，很可怜，是一个女孩子，从小喜肾，后来因为细菌感染导致双目失明。台长以前看图腾说他前世杀了很多的青蛙，业障深重，后来女孩遇到匹配的肾源可以做换肾手术，但前提是要将妈妈的肾脏同时换给别人。台长建议他不要换。女孩子听了台长的建议，和母亲一起精进念小房子，不多久自己就可以排尿了，而且眼睛居然也可以看到颜色了。请大家听一听录音，谢谢。师父，就是还有一个事情，请有一个女孩，然后师父帮她看，她因为她从小就喜肾，然后师父说她前世杀了很多青蛙，然后她呢就是两年都不可以排尿，然后今年五月的时候她的眼睛又失明，因为细菌感染了她的眼睛也失明了。期间的时候我们打电话说，问师父说是她好不容易等到一个肾源，就是和她相匹配的条件是要把她妈妈的肾也换给别人，然后之前我们问过师父，师父建议她不要换肾，当时他们两个还在佛堂抱头痛哭，因为怕错过那个肾源。后来那个女孩还是听了师父的话，她就拒绝了换肾，然后和母亲一起努力的念小房子。然后两个礼拜前他来我们观音堂的时候，他妈妈就说他现在已经可以排一点尿了，就开心得不得了，念经的时候都笑得合不拢嘴。然后本来呢，那女孩当天来我们佛堂的时候眼睛还是不能看见的，可是在佛堂念了一会经之后，她突然就看见了经书上的颜色，还有同修衣服的颜色。哎，就是当时他妈妈觉得特别神奇，后来一直都能看到颜色。啊，以后还会看得见。我告诉你，只要心灵法门，观世音菩萨真的是大慈大悲。谢谢。人的一生啊，不是算来的，所以人算不如天算呐、啊，是用善心和善德换来的。我们人的一生不是啊求来的，而是修来的。人之所以错，是往往从理念上先错，一认为自己是对的，马上就会执着。人的心啊，就像一个容器，快乐装得多了，烦恼就会少；君子装了多了，小人就会少。
简单装的多了，纠结就会少；满足装的多了，痛苦就会少。我们学佛人知道宇宙真谛，一切不可得，死也不怕，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躯壳会死，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永远不会死的。就像我们做梦一样，虽然我们的身体没动，但是我们在梦中享受着天界的快乐和承受着地狱的果报一样。希望大家就是修这个心，把心修好了，我们可以上天。但现在有很多人，不要说是修心啊，都不知道在人间应该怎么个活法呀，因为不知道怎么活法才是最可怕的。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规划一下我们学佛的人生啊。师父告诉大家，没有规划的人生叫拼图，有规划的人生那叫蓝图，没有目标的人生，没有目标的人生叫漂流，有目标的人生那叫奋斗。成功的人就是能用别人扔向他的石头，再为别人铺路架桥，这就是慈悲，这就是包容。永远不要在自己痛苦的时候去做任何的决定。想一想我们的一生，有多少事情就是在自己痛苦不堪的时候做了更错误的决定，把本来已经很痛苦的人生加重了更多的烦恼。台长告诉大家，如果你经常鲁莽地在痛苦的时候决定，你一定会后悔的。学佛要铲除自己世生的不良习气，贪嗔痴。我们不贪就等于平安，我们不嗔我们就等于心安，我们不愚痴就等于身安。去除三毒，身心平安。把自己的要求放得低一点。澳大利亚2000年奥运会，媒体大亨默多克他去捧场参加，在现场默多克突然之间发现椅子下面有一个硬币，就是一块钱的硬币。这个时候他蹲下身捡起来，脸上还带着微笑。这则细节被媒体曝光爆炒，上面写着拥有亿万家产的资产的一个媒体大亨，只为捡到一枚硬币而微笑。实际上
人快乐的标准是一根可以无限延伸的橡皮筋一样，我们把欲望拉得越大，它就拉得越长，快乐的标准就越高，人就活着越痛苦，越难实现自己的未来。李嘉诚曾在被采访时，有一位香港记者问他，君以为一生中最快乐赚钱的一刻是何时啊？没想到李嘉诚说，开一间小铺，终日忙碌，晚上关门之后，在昏暗的灯光下与老伴一张一张的数钱。记者措手不及地如此回答，我们学佛人要把快乐的标准拉低，降低，降到人人都可以拥有的地位，那你就会永远的快乐，这其实就是智慧的象征。我们要学弥勒佛的乐观，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乐观的人总是看见麻烦后面的机会，悲观的人永远看见机会后面的麻烦。机会有时候像一阵风一样的拂面而过，要看你的反应和能力和追随的速度。过去有很多用算盘算账的人，等电脑出现的时候，他们变成了电脑的操作员。还有很多人还在用算盘的人，很快的就被社会淘汰了。学佛也是这样，佛法时期不同，用不同的法门救度不同的众生。永远回忆过去的人只能活在过去，永远看不惯今天的人只能救度众生。只有明白末法时期要妙法度人，因势利导才能被众生接受。观世音菩萨妙法度众，现32应身，因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以救人才是菩萨。希望大家广度有缘众生，成为我们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学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要信因果。有一些人说，台长，我吃素了，我皈依了，我也受戒了，怎么这么多烦恼不断呢？经文到底灵不灵啊？怀疑，信得不深，又中了一个因果。大家知道这叫什么因果吗？叫不明因果。所以现实中做每一件事都不能坚持到底，这就是因为你中了不明因果的因啊。所以要深信佛法，才会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力，
精进修行，就能坚持修行，就能坚持修成。想一想，天上的哪位菩萨，哪位大佛，不是忍辱精进，精进修行，才能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啊。一位老父亲和儿子在散步，儿子大学毕业了，在外地工作，来一次不容易，父亲呢就带着他在他们后花园里走路。这个时候呢有很多鸟在叫。这个时候父亲指着树上的一只鸟就问儿子啊，那是什么？因为父亲眼睛眼花，耳也背了。儿子说，爸爸，一只乌鸦。连续问了几次，儿子就不耐烦了，回答声一次一次大起来，爸爸，这是一只乌鸦，听到没有？父亲不说话，站起来颤颤巍巍地走到屋里，找出一本发黄的笔记本，是他父亲的笔记，翻到了25年的一页，他念给儿子听，今天我带着乖儿子在院子里散步，儿子看见一只鸟问，爸爸，这是什么？我告诉他，这是一只乌鸦。儿子好奇心很重，反复问了我25次，我每看一遍，耐心的重复的就教他一遍，终于儿子能记住了，这叫乌鸦。看见儿子能够识字，做父亲的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啊。当读完这一页，儿子泪流满面，说，爸爸，你让我懂了许多，你原谅我吧。学佛人以忠孝为基础，孝悌礼义廉耻都要懂，所以想学佛学得好的人，首先要孝顺长辈，你才能有学佛的基础啊。学会感恩啊，学会感恩，当我们学会了佛法，我们感恩观世音菩萨，当我们学会了做人，我们感恩我们的老师啊。但感恩，当我们拥有了生命，我们感恩我们的父母亲啊。永远不要嫌弃父母，不要嫌弃生活，来人生就是要正确的面对，正确的面对，用佛法界的语言就叫正悟。今天台长跟大家结善缘，有很多的我们的佛友和我们的朋友们，大家都是有缘众生，今天能来的都是和菩萨有缘分的，希望你们一定要听台长的话，这个人间真的有菩萨，真的有我们的因果报应，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修，好好的求，你们一定要修成，一定要一世修成，因为我们不能再来这个人间的，人间太苦了。现在网上在流行，因为人的思维发生变化，网上流行说什么你们知道吗？说这个时代啊，这个世界啊，你如果不得个自闭症、忧郁症什么的，你都不好意思见人呐、怪不怪啊？
说明人的思维混乱，太多的烦恼担心，心灵疾病已成时尚了。自私成时尚，不好好的做人成时尚，更说明人要学佛要解脱。台长教你们几个学佛和做人合二为一的方法，你们好好听。修行要眼中，眼睛当中叫眼中事少，嘴巴话少，肚中食少，就是吃的少一点，睡觉亦少，记住事少，生死可了。学佛叫你们放下，不是叫你们放弃啊，随缘不是随便啊，不执着不是叫你们不认真啊。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你越要它，它离你越远呐。你越不要它，无所谓了，它偏偏就来找你呀。你拼命的去争取都没有，你真的不要了，它就来到你的身边。因为懂因果，你就掌握了改变命运的方法呀。刚刚跨入2015年，上海外滩的踩踏事件，有36个年轻人命丧黄泉，其中还有很多高材生，包括复旦大学一个20岁的女孩子，她们身体都没有病，最大的27岁，最小的只有16岁。想一想，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佛友，在2天前踩踏事件之前就已经做梦做到，在上海外滩一批一批的人倒下去，说明这个世界是有因果的，很多事情在我们来说是注定的一些因果报应。台长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简单的跟大家再讲，因为一个人的福来自一颗懂得布施的心，多原谅别人，多得福，量要大，你善的气场就越大，对人间看淡看破，什么都不计较，你才会心中舒服，计较越小，幸福越多，计较越多，幸福越少。人的一生，缺点的积累，一定会让你人生失败。记住了，有量就有福，有福心就灵，所以有一句话叫福至心灵。太多的东西要跟大家讲，但是台长还要给他留出很多时间当场给大家看图腾。在这里台长要告诉大家，看图腾只不过是一个方法，并不是目的，看图腾是要让大家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看不见的暗物质的存在，就如我们看不见的空气和电一样，还有风一样。台长告诉大家，在美国经常有科学家和宗教学家辩论，
有一个科学家站起来说，我是一个天文学家，我看了一辈子的天空了，我就看见太阳、月亮、星星，还有其他的东西我看不见，所以我不相信有什么天神啊，有什么菩萨呀、啊，有什么啊，我们说啊啊各种各样的天仙，所以我不相信。一个宗教学家站起来说，请问这位我们的天文学家，你看见过风没有？你看见过空气没有？但是你离不开它，你不一定看得见的。另外一位科学家站起来说，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我动了一辈子手术了，我看到的就是肝、心、肺和各种各样器官，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灵魂呐、啊，所以我根本不相信有灵魂的存在。这位宗教学家站起来说，请问这位外科大夫，你爱不爱你的妻子？他说我爱。你开给我看你爱在哪个部位。希望大家好好学佛，相信佛法，拥有我们自心的本性，我们的本源，我们的慈悲心，在人间创造出一片美好的净土，让我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可贵的东西，那就是慈悲。美满人生靠的是自己，我们真正的要救度众生靠的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佛性。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佛，好好的修心。谢谢大家。